就这样听我的老师的演奏。有时候呢，因为我没办法像大家坐在下面听我自己的演奏，我只能听老师的，是从中学习。人家说听也是一种学习啦，所以呢，我也知道蛮多学萨克斯风的朋友呢，都会星期六来这边听，甚至请教我一些问题，也欢迎。各位的煞友哈，煞友萨克斯风好朋友，那让我们也跟老师来配合这首呢，叫做《爱我在今宵》啊，也是算圆舞曲的歌曲啊，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这个就是圆舞曲哈 ，I love you lonely tonight 哈。那我们呢也欢迎呢我们排舞的老师，我看等一下我想到一个方案哈。这边呢我们就让我的
最敬爱我们丹丹舞蹈团，然后这边呢按我们的排舞的老师哦，这样两边呢大家呢才不会错乱啊。这边如果有跳这个圆舞曲的老师呢，我们就到这边好不好？这条呢就是楚河汉界，好啊，这样大家呢也看比较不会乱啊，不然呢怕空间，因为我知道我最近有没有听很多舞蹈老师哈、哦、说呢哦那个舞步有一点兴趣哦啊，我知道那个需要空间哈、哦，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让我最爱的我的妈咪啊 Sandy 妈咪，你们就在这边哈、哦，你们比较近啊。那排舞的老师徐老师，我们来这边啊、哦，这样两边呢让大家看啊，我就站在中间好不好？啊，等一下呢这样才不会乱啊哈、哦，我要控制一下呢秩序哈、哦、啊，还有包括呢骑车的朋友，因为有时候呢会给他听到我们。第一国际那边哈，大家呢，如果要停车哈，麻烦停到对面的停车场哦，我已经买下来了，所以你就给他停过去哈啊，因为呢有时候会打扰他们呢搭船做生意啊，也不要影响到人家啊，我们这算是公益的啊，如果警察来我也会怕啊，哦，我已经被赶好几次了哈，有时候呢为了大家 uncle 就给他演到十点后，那警察就来了后用船呢，本该已经不赖个船。好，我们掌声邀请 Michael 上台。你等一下，你在这边啊，好不好？不要紧张哈，不要紧张。这大机的哦哈，比我那个呢还要难吹啊，因为我是专门学萨克斯风，然后呢 ，Michael 呢专门学这种伸缩哈小喇叭的哈。Michael， 我们请问一下，今天要演奏什么歌曲？哦，他要演奏一首《Green Leaves》哈，这首歌呢叫做《秋叶》。这首歌也是我国中的时候呢，在音乐班哈，我国中是带管乐的啊，那国乐班呢也有学了这首歌哈，跟大家分享这个伸缩号版本的哈，你可能第一次听，掌声鼓励秋叶，谢谢。
就对了哈，掌声鼓励。然后呢，我先